大家好，我是张一凡老师。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象棋杀着大权的马兵类。好，那首先呢是第一局相当的简单，好，它是属于卧槽马的类型，好，然后配合呢红方的兵以及红方的帅呢在同一条路，好，那这边呢就可以使用双将，好，那双将的话呢马将兵将，那通常碰到双将的时候呢，对方的解将方式通常都是要靠自己的王自己去移动，好，因为呢通常两个棋子将你没办法同时呢去阻止两个这个棋子呢都变成哑巴，好，不叫将，好，所以通常呢是要让黑方的王自己移动，好，但是这个王呢他没有办法移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兵呢有帅去保护，好，所以黑方的王如果将五平六的话就构成了王见王，好，那么两边的士呢就变成了大屁股，好，不能移动了，好，所以这个棋呢就一步杀，好，算是比较简单，好，那这一局呢也是一步杀，好，我们刚这个位置呢是卧槽马，好，那在这个棋谱这边呢他所介绍的第二个呢是钓鱼马，实际上呢像什么挂角马侧面虎等等呢都是相当好用的这个位置，好，那这边呢钓鱼马的话呢它可以控制住九宫的两个点，好，那控制住这九宫的两个点呢对于这个坐杀呢相当有帮助，好，像这一题呢红方的兵只要兵六平五马跟兵呢就构成了这个绝杀，好，兵入花心的时候黑方的王呢没办法将五平四，因为被钓鱼马给控制住，好，那另外一边呢有大屁股炮，好，那这个花心呢又被红方的兵给占住，好，吃掉的话呢会被钓鱼马给吃掉，好，所以这一局呢也是很简单的一步杀，好，那接下来呢就会越来越难了，好，那我看过题目呢甚至有些如果你去考六七段的他如果没有练过的话呢不一定能够立刻想得出来，好，所以呢我们来一题一题的来仔细看，好，那这一局的话呢我印象中是四琴雅趣的题型，好，那在这边呢红方的马兵以及帅呢已经构成了这个可以入局的这个情况，好，那红方的帅跟红方的帅呢已经占住了中路，好，那红方的马呢只要想办法跟兵配合了控制住黑方的将的这个乐道三个点的话呢就可以获胜，好，所以红方马六推是一将，好，那黑方这个三龙呢被叫将了，好，只好往下退，好，因为中间呢被红方的兵控制住，好，将士退一，好，那这边呢红方这个兵呢兵五平六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把红方的帅呢给亮出来，好，这样子呢中路就已经控制住，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红方兵五平六了以后呢他准备下冲，而且呢恰巧这个红方的马跟红方的兵呢把黑方两个象的象眼给塞住了，也就是黑方的象呢他没有办法落到中间来遮挡红帅的帅脸，好，所以红方等一下兵六进一呢就会构成这个绝杀，好，即便呢你黑方卒士进一下冲，好，那红方呢不要上当，我们的帅呢坚持留在中间，好，那下一步兵六进一呢是无解的，好，那不管黑方怎么走呢红方都是兵六进一加，黑方的王呢没办法吃掉这个有根的兵，好，那黑方的王呢在二楼被将了以后呢一楼跟三楼呢都被红方的马呢给控制住，好，那中路呢也被红方的帅呢给控制住了，好，就黑方的王就没有气了，好，就形成了倒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好，那这一局呢就比较有一定难度了，好，可能有段位以上，好，那我们所观察到在物质上面来说红方是马兵黑方是马双士，好，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是没办法取胜的，好，但是呢由于黑方的王黑方的马以及红方的帅呢都在中路，好，也就是红方的帅呢把黑方的马呢一定程度的把它牵制住了，所以这个马呢就要想办法放在什么呢放在有机会吃掉这只黑马的这个地方，同时呢为了要对这个黑方的王呢有威胁，所以红方的马呢要选到一个比较好的点，好，那第一步呢就是红方马八进六，好，马八进六的话呢挂角，好，挂角的话呢就有威胁到黑方的王，啊，那同时呢下一步棋呢就有机会呢去抓黑方这个已经这个麻痹的这个马，好，因此呢降下的话呢可以取胜，好，那以下黑方呢可能是四四进五或四六进五，好，基本上不太重要，好，因为呢红方呢他都可以挖中士，好，如果挖中士的话呢黑方是必然要把这个兵给解决掉的，好，因为黑方如果降五平四的话红方马六进八就获胜了，好，那刚刚如果你是补另外一边的士，好，红方兵六平五你还是得把它吃掉，好，因为如果将五平六的话红方兵五进一或兵五平四都是这个八角马构成杀局，好，所以呢当黑方的王因为这个呢也是双将，我们刚刚讲过大概率呢黑方都是要透过自己的王来走动来解将，好，那这个王呢把这个兵吃掉了以后呢还是在中路，好，所以黑马还是被控制住，好，所以红方呢就会有马六退士这个将军抽马的这个棋，好，因为黑马呢不能吃红马，好，否则构成王见王自杀，好，所以呢把这个马给抽掉了以后呢就会形成单马对单士，好，那在之前的题目呢我们有解析过，好，大家就会比较熟练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局，
好，那这一局呢是属于残局的定式，好，就是马低兵，好，二线低兵，马二线低兵呢是可以这个立胜，好，单马的。好，那如果这个是黑方这个马呢是变成炮的话呢，那这个是属于立和。好，那这些残局呢比较细致，好，那可能有些高段其实呢不一定搞得清楚，好，所以说这个残局的基本功呢还是建议大家啊把它练一练，好，练一练的话呢，即便你可能只有一段两段，好，那光是就残局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已经比一些高段其实还要厉害了。好，那这一局的话呢，由于黑方是马，它没有办法像炮呢啊在每一步呢都可以固守中路，好，所以呢红方的帅呢总是有时间呢控制住中路啊，就会呢让黑方的王呢难以防守。好，那这一局的话呢，红方现在的这个侧面虎的马呢，把黑方的王呢完全给扣住了。好，所以红方呢这个时候可以先等一下时机。好，那红方呢先走一个闲招，帅五进一。好，帅五进一了以后呢，因为黑方的王不能动，所以黑方的马呢就要走开。好，因为黑方呢这个马走开的话呢就要小心。好，因为我们上一步为什么不直接马七进八将呢？好，因为马七进八将的话，好，那黑方它是可以将士平五的。好，那黑方的王可以往中间跑的话呢，你这个棋就赢得比较慢。好，所以我们帅五进一的话呢，如果黑方的马乱走，我们等一下马七进八一将就死棋了。好，所以黑方呢他就必须要走马五退三，好，防止红方马七进八。好，那么呢他跳回去了以后呢就跳不出来了。好，那么红方的帅呢就控制住中路。好，那接下来呢红方呢再把这个马呢选到一个可以叫将的位置。好，因为如果我们马七退五虽然有叫将，好，但是黑方的王呢就可以将士平五。好，因为红方的马呢把红方的帅一个帅脸给遮住了。好，所以红方呢啊换个位置去将。好，在一个不占住中路的这个点呢去将，好，来争取赢棋。好，所以红方呢马七退八，以退为进。好，那准备呢可以转到这个点，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转到这个点。好，那黑方的马呢，好，就会亦步亦趋，比较顽强，好，阻止红方的马呢能够轻易的往前动。好，那红方呢在马八进六，好，这个马八进六了以后呢，好，就听两个地方。好，马六进四将也是倒棋，马六进八将呢也是倒棋，所以红方这个马一跳叫杀。好，那黑方呢必须要两面都要兼顾的话呢，只得好马二进四，好，看你往哪边将。好，那这边呢红方马六进四就没有意思了，好，因为黑方马是退五拐八角了以后呢，顺势呢又遮挡住帅脸。好，所以红方呢要马六进八一将。好，那黑方呢只能马四退三。那么我们注意到了黑方的马呢已经被红方的马呢给牵制住，好，那黑方的王呢也不能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走一个闲招，黑方呢就形成了困壁，好，两个棋子都没有办法动了，好，这样就取胜了。好，那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残局，好，大家可以熟悉一下。好，那么这一局呢，这一局是进阶，好，就是说你残局定式熟了以后呢， 还可以去演练一些巧胜局。好，像这个呢也是比较难度高一点的这个巧胜局。首先呢红方，这个帅呢在中间，好，那红方的马呢位置，好，比黑方的马呢好很多，好，红方的马可以就攻击位置，好，那黑方这个马呢由于它在家里，好，有可能会被利用到。红方的兵呢现在看起来没办法下冲，好，所以红方的马呢要适当的去支援或者是叫将，好，来争取到抢占 好位置。好，所以红方第一步马四进六，好，那黑方呢将五平四。好，如果黑方马二进四的话呢，等一下就会到正变来，好，就是说呢红方就少走了一些路，好，就等于说直接让红方走捷径了。好，所以黑方呢比较顽强的是将五平四。好，那红方呢在马六进八跳一将，好，这一将了以后呢顺势把黑马呢给压住。好，如果黑方，好，黑方的正着呢是将士平五，黑方的王如果将士进一的话，那红方兵七进一一冲，好，那这个棋呢就等于是黑方就要被绝杀了。好，因为黑方的马呢恰恰好不能动，好，被黑将呢变成大屁股。好，那黑方的王呢也不能动，好，被红方的马呢控制住一三楼。好，所以如果你一开四的话，不管你怎么开，好，那红方兵七平六一将就形成了绝杀。好，那这个一二三楼呢都被红马跟红兵给占住，那红帅呢又占住住中路，好，这样子呢就不行了。好，所以呢黑方呢只能进王。好，那进王了以后呢，刚好因为它是底四，所以呢这个二子呢锁住三子，好，只剩黑马可以动，那红方呢就赶紧下冲，好，冲兵，好，因为呢这个压住马了以后呢兵就可以冲。好，那黑方三子不能动了以后呢就只能马二进四。好，那红方呢这个时候再见缝插针，再走马八退六。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变化，好，就是说如果你马四进六，你第一步马四进六将的时候呢，好，他马二进四，那你等于说少走了几步，好，那红方就兵七进一就省事了。好，那刚刚的实战呢，黑方的比较顽强，好，将五平四，你马六进八，好，将士平五，兵七进一，你马二进四，又红方再退回来，好，进动出动，好像拉抽屉一样，好，终于等到黑方的马往前跳了以后，红方呢再把它给牵制住勾住。
好，那这个时候呢，一样，黑方能够动的棋子相当少，好，只剩下，好，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关键呢，就兵器进一大胆的冲，好，不管这个马呢被黑士抓住了，好，因为一冲了以后呢，刚好把黑马呢给包住，好，那黑马呢刚好四边呢都是大屁股，完全都动不了，好，那这样子下的话呢，黑方就输了，好，以下将士平五，红方就白白吃掉，形成困壁，好，那如果是四吃马的话，红方兵器进一恰巧好进底兵了以后呢，形成了。算是闷杀吧。好，那黑方的王呢也不能进来，好，被红方呢这个白点将对面笑。好，那这边呢刚好被黑方的马压住大屁股，好，就变成闷杀。好，这是一个巧胜局。好，那么这一局呢也是巧胜局。好，那这边呢黑方是四下，好，单士单下呢黑方还有一只马。好，那在这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好，因为黑方的棋子呢受到一定的限制，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尽量去把它围困住。好，那红方第一步呢兵三进一，好，红方帅呢已经占住中路了，黑方。将六推一，红方带兵三进一，顺手牵羊，啊，先手呢把这个兵呢冲到底线，啊，一般来说底兵呢，啊，算是攻击力比较差的，啊，但是在这个残局呢非常有用，把象给摸掉了以后呢，同时控制住，黑方乐道的一楼，啊，那红方呢马六进五再跳一家，啊，因为黑方的王呢碰到三楼的大屁股上不去，啊，然后也下不来，啊，所以只得马四退伍，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一直都被牵制住了。红方呢就很有机会可以取胜。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黑方呢准备要四六退伍，好，就可以呢黑方的王就呼吸到新鲜空气，同时呢把这个红马给赶走以后，黑马就放火了，所以我们就不能让黑方四六退伍，好，因此红方呢就赶紧率五平四，好，放弃中路没有关系，因为关键呢是不要让你的士落下来。好，那黑方呢只剩下六平五，好，让你回到中路了以后呢，红方顺势，好，你的王呢离开这个防守岗位呢，那红方的兵呢顺势好贴进来，就刚刚好呢，这只马就被抓死，啊，那抓死以后呢，就会形成了这个啊必胜啊，单马就够赢单士了，何况多一个底兵。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局。好，那这一局呢是属于啊一种经典棋型的这个谜题。好，那我个人呢在这个9:1的课程公司里面呢有录过这个棋型，好，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购买。好，那这个呢都是属于典型的啊这个考题。好，那首先呢红方呢兵三进一打一将。好，那黑方呢不能将六进一，因为红方马二退三一步杀。好，那所以说黑方呢顽强的走法将六退一。好，那在这边呢如果你没有解过这一局的话，那这边呢就不容易走对。好，因为一般来说呢兵都不会想要往下冲。好，兵三平四恰巧呢锁住将门。好，问题是在这个情形之下呢你是没有办法获胜的。好，所以红方呢正着是兵三进一进底兵。好，进底兵了以后黑方将六平五。那么我这个兵呢还是锁住了黑方的王。好，我们一样呢是二子锁住三子。好，但是呢底兵的好处是它不会像这个二线敌兵呢反而妨害到马它的这个运子。好，因为这个兵呢在这个位置呢会容易拐马脚。好，所以红方呢这个时候就马二退四。好，那红方的帅呢因为在中路好起到作用，所以红方这个马二退四叫杀呢是两面叫杀，有这个这边三路的卧槽马以及马四进六好的挂角马的杀。好，所以黑方呢只剩下炮三推一可以解。好，那这个棋呢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好，红方因为这个帅跟兵呢已经把黑方王呢给固定住，所以呢如果要让马去交将军构成绝杀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挂角马好或者两个卧槽马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棋型的话呢，黑方这个炮呢它在黑方的右翼好，然后下二路好，那么它可以防守住这个卧槽马，也可以呢拐马脚好，然后去挡住这个挂角马。好，那么如果是这边的卧槽马的话，黑方的炮一缩缩在这边呢，也可以挡住这两边的好卧槽马挂角马。好，因此呢红方好可以闯空门的地方让这个炮防守不到的呢，其实就是在四路的这个挂角马，所以要如何运到这个这边的挂角马好是这个一大课题。好，就是说黑方的炮呢如果被牢牢牵制住，它只能在这边移动的时候呢，那么你跳到这边的挂角马就获胜了。好，那这边呢我们先介绍一个这个最厉害的走法。好，那这个最厉害的走法呢可能我当初在学的时候呢没有学到过。好，那红方这边呢有一种妙手呢以退为进。好，这个也是棋谱上面没有写的。好，马四退三。好，这个比较反直觉。那马四退三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马三进二。好，那这样子呢同时听主要的挂角马以及呢后补的这个卧槽马，所以黑方的炮呢就没办法灵活的运转。好，那刚好呢这个卒呢也来不及遮中好去调整他的双子。好，那以下呢黑方可能是什么炮三进一啊。好，那红方呢还是跳得到马三进二。好，这个呢就等赢了，形成绝杀无解。好，因为黑方如果
你要阻止他跳卧槽嘛，你要嘛炮三平八，要嘛炮三退一。好，如果你炮三平八，我就马二进四将；如果你炮三退一，我也是马二进四将。好，就形成了挂角马。好，那如果你遮中，好，我跳不到挂角马了，那我跳卧槽马一样可以赢。好，所以红方呢，简单的马四退三，好，四奔十加，以退为进呢，好，那反而黑方呢就没有办法防守了。好，那我们过去学的以及棋谱所教的呢，是一个比较迂回，但是呢看起来很有美感的这个路线。好，也分析给大家，这个分享给大家做参考。好，那红方马四进六。好，那炮三平四，好，好六退八，好，然后黑方呢，这个炮呢，他动了也没有用，啊，动了是浪费他的这个防守步数，好，所以黑方呢就卒九平八，聊胜于无，好，看看这个速度够不够快呢，能够啊折中，好，那红方呢马八进七，黑方卒八平七，红方马七退六，好，他透过啊刚刚这边跳，好，跳到这边来，然后下一步呢马六进四。恰巧黑方的卒呢来不及，好，没办法连走两步折中，好，所以呢黑方卒七平六慢了一步，红方马六进四就获胜了。好，所以这一局呢，我们等一下看下一局就知道，这一局是因为黑方的卒比较远，好，所以红方呢可以用，好，要么呢你就用这个教科书式的走法，好，就是这个从这边好跳，好像画闪电还是画一个 V 还是画一个 Z 什么的，好，就这样跳，迂回的跳呢就可以获胜。好，那要么呢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新潮好又有效的呢马四退三马三进二，直接好听两个地方呢就获胜。好，那这个呢都是在黑方的卒呢比较远的前提之下。好，那红方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赢法好，就是说这个即便卒在这边，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好，即便呢卒已经多走了一步呢，好，你刚刚那两个路线呢其实都不够赢的。好，那红方还有一个隐藏版路线，可以呢在黑方的卒即使快了一步，好，让了黑方一千以后呢还可以取胜的方式。好，那么我们这一局呢就来介绍。好，红方兵三进一，好，这边呢还是一样。好，那马二退四，黑方炮三退一啊，红方马四进六。好，这个时候你下不到马四退三了，没办法。好，那你马四进六，炮三平四。好，如果最开始学的教科书版本马六退八是来不及的，好，我们可以示范一下。好，马八进七，卒七平六，马七退六，黑方恰巧送卒，遮住了黑方这个。红方呢马六进是跳挂角的路线，好，如果你一吃卒了以后，黑方立刻把这个四撑开，好，直接就活了，好，那这个棋呢底兵就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好，就和棋了。好，那在这边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运子，好，就是也算是突破以前的教科书的思维，好，就是红方呢他要走马六退七，好，也就是将来他在运子的这个过程中，好，你刚刚是1234，那我这边也是1234，其实呢掉到这个四路挂角马，它的这个路所需要的步数是一样的，但是在中之间的过程中，因为它有抓到这个炮，所以呢就平白无故的等于是抢到一先。好，当你的运子的过程看起来都一样的时候呢，你要去看过程中有没有带到先手，那么就会更有价值。好，那走到这样的下法呢，那黑方呢只能好，如果要输的慢一点的话呢，只能弃炮，因为黑方你的炮呢如果再动一下的话，好，那红方呢还是跳给你看。好，马八退六准备要马六进四，那这样黑方就不行了。好，如果你阻止他马六进四，你炮四平五，那红方可以跳卧槽。好，那如果你不阻止他的话，就马六进四就成功了。好，所以呢关键是红方这个运子路线带到了这个炮。好，所以呢黑方呢只得卒七平六。好，那红方马八进六，黑方卒六平五。好，那这边呢我们还不能大意。好，因为呢黑方的卒呢平到这边来已经遮中了。好，那一遮中以后，黑方的四一撑开来，那么你底兵呢就没有什么价值。好，马兵呢对卒双四，好，那基本上兵呢至少是要二线低兵，好，才可以谈怎么样去赢。那像这一局的话呢，它是底兵，好，那获胜的条件呢就会比较狭窄。好，那关键呢就是你必须要在黑方的四来不及转，或者他要转的那个瞬间呢，你有破绽可以抓住他。好，所以红方呢这边可以马六退八，好，赶紧好，趁他这个四撑开来一瞬间。好，将这个卒呢被红方的帅给牵制住的时候呢，去加以利用。好，那以下呢，黑方先走卒五进一，好，因为如果你四五进四，红方简单一点就马八退七抓双。好，那黑方卒五进一，好，那红方呢马八退六，好，照样呢准备要跳卧槽叫杀，那黑方撑四顶住。好，那你终于撑四了哈，好，那一撑四了以后，虽然你准备要活过来了，好，一时半刻杀不死这个黑将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战略焦点呢放在黑方这个卒。好，因为这个卒呢被绑住了，好，所以红方呢马六退四一抓，黑方呢这个卒左右动弹不得，只能下冲。好，那红方在马四退三，好，那在这个牌局里面呢，红方的四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好，因为如果你在下冲的时候，我帅不能吃，但是还好我有个四可以把你吃掉，所以走到这边的话呢，确定这个卒已经被抓死。
好，那一旦这个棋被抓死了以后呢，马底兵好就可以够赢这个卒双士了。好，因为呢关键就是好后面棋谱是没有摆的。好，但是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好你就把这个帅亮出来。好，然后反正呢闭着眼睛呢马去跳到这个侧面虎的位置。好，比如说我们就这样随便摆。好，这样随便一摆了以后呢就跳到侧面虎的位置。好，那比如说你这样子平，我不小心就赢了。好，就马去进吧。好，那如果说黑方什么将士进一好了，好，我们让他活久一点，好，退过来，好，过来，好，那兵三平四，好，我们这边就当做是随便下，好，四四退五，好，过来，好，爬起来，好，兵四平五，好，当你走到这个棋形了以后，好，以后我们可能有机会介绍一个海底收山的牌局，就类似像这样子，好，你只要呢这个马放到侧面虎一摆了以后，即便你的兵放在这边，黑方呢它也会自动开门，好，那你的兵呢就可以从三路呢摸到底线这边中间来，好，那放到中间来，你摆成这个棋形呢，就等着吃棋子了。因为黑方他没有好棋可以动，好，四五进四你就马八退七直接杀，好，那四五退四或四五退六就自动送棋子，你就把这个底兵呢把这个士给摸掉，好，就可以取胜。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好，那这一题呢，比较经典，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怕大家吸收上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那我们故意呢把马兵的最后一局呢，下次再来讲。好，分享给大家。好，以上，好，谢谢大家。